孩的问题来。这个小女孩才几岁大，她又没有造过什么恶业，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报呢？这么悲惨的就死掉了呢？对，这个果报是前世的，前世的。不是他这一生的。啊，因果通三世。他前世如果没有恶因的话，他这一生当中不会遇到这个灾难。所以，是人在这个世界没有偶然的。我们只看到这个一面，没有看到过去，也没有看到未来。假如说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，比如说也是这个女孩子，对，她学过佛法，在这个时候她应该做什么？念佛，念阿弥陀佛。对，啊，她念佛，一个是得救，一个是往生，那个果报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如果说是她也在中国，旁边人都是念佛的，啊，那所有的人大家都是念佛。让他听，叫他跟着念佛，他恐怕就不一样如果他寿命还没到，他一定能救了。啊，出对，来。没错。如果他真的是寿命寿到命了，到的时候他就走了。他那个神识啊，去很不好错地不方。错，对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个完全不一样。我记得您还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就是在发生在美国的911，在那个911的事件当中，有的人是跳楼，啊，选择这个方式逃生。我记得您曾经讲过，这个跳楼的人就是在半空中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他也能来得及往生。难，真难。因为往生是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真诚心，没有杂念，是阿弥陀佛决定的生。临断气前最后一对，念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。没错，那个最后一念是决定你到哪里去。啊，最后一念还是贪生怕死的时候，到鬼道去了。还是嗔恨心要报复的时候，地狱道去了。啊，一念的善心的时候，人天。还是糊里糊涂，那就是畜生那道。就畜生道，对。那一念阿弥陀佛，就是。那就到佛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为什么最后这一念这么关键呢？不，最后一念是决定来生。啊，所以他只有一念。我们念佛，天天念佛，是为了怕最后那一念忘掉了，养成习惯。这一辈子念这个，没错，就是千日练兵啊，打仗就是那一次。就是为了了生死，没错，没出错，六没道。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啊，这是哎，最大的收益最大收益就是最后一年。一般的收益就是身体好、健康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这个不是根啊，本对目对对，的。不是个问题。最后一念的时候，那就是极乐世界，啊，所以要能够保证最后一念，你对于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，这是种种啊五欲六尘这种要看得很淡很淡，啊，不能受它的诱惑，你受它诱惑，你临终的时候这个习气一冒出来的话，就去不了了，佛号就忘掉了。我们看到啊，在给亡人做超度的时候，在佛像前有很多的牌位，上面写着亡人的名字，还有他们的冤亲债主。对，这个牌位在佛法里讲，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？牌位是个象征，象征。对，哎，也等于说的是给他立了一个座位，座位啊，就他欢迎他来进来。你没有这个牌位的话，他没有座位的话，他进不来，起作用。也是分别执着，他要没有分别执着，他就不受这个拘束了。他进不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，因为有护法神，这是真的，有护法神。你里头列牌位的时候，他里头有名字，他就会放你进来。没有牌位，他进不来。这种事情我们经历很多。那么，面对这么多的灾难呢，这么多去世的人呢，大家越来越多有一个体会，救灾啊，要在人活着的时候就救他，何必等到他终阴身去世之后，再去给他念佛，再去给他超度？老人家们应该在世的时候，
就是这些老人家们，比如说家里的父母啊，对，爷爷奶奶，就要劝他们念佛。没错，在这个时候就要救他们。没错，这个才叫真正孝顺子孙啊！而且的时候，自己学佛，决定要孝顺父母。如果说《弟子规》不能在家里落实，那个学佛就不是真的啊！佛是最孝顺的。你看，佛在教导我们敬业三福，那是佛教共同的要遵守的三条。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啊。所以不孝父母的话，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去不了，连起码人的那个本性都做不到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做人的资格都没有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不可能做佛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讲了，这个山有山神，啊，水有水神，对，树有树神，对，这些神到底是什么？这个人就是人的这个灵魂，他没有投胎，附着草木，以这个为他的家，他就住在这个地方。时间久了就变成树神，他住在这个树上，他就变成树神；住在这个山上，就变成山神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人有喜欢山水的，他有这个兴趣，有这种爱好，他就会到那一道去了，都是感应嘛。这个能想得通的吗？那在六道里边，这属于鬼道吧？属于鬼神道。有很时间很长的啊，你看我们那时候听说这个北朝鲜山神有300多个山神，想到中国来找这个找一个法师啊去领导他们念佛啊。那么在中国遇到一个法师，法师问他，你们做山神多少年了？3000年了。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你为什么不找他？但那时候我们不相信，现在我们相信了。他们在鬼神道3000多年了。对呀、你就晓得说他多么执着，他喜欢那个地方他不离开。如果山河大地这个草木啊丛林是他们家的话，对，那我们现在在天天的毁坏他们的家呀、这个就造成了怨恨，他们报复，所以山崩地裂是他们制造的啊。还有这些鬼神的时候，如果统统出来之后，把我们的磁场搞乱了，人的思想呢迷迷糊糊的，糊里糊涂的啊，这是鬼神扰乱我们的磁场。他这样做是抱怨的意思？是抱怨啊，让你糊里糊涂，让你多做错事情，做糊涂事，做傻事，没错事情。所以他有影响，啊，所以我们每天诵经给他们回向，就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，不要扰乱社会。我们注意到有些地震的灾区周围啊，密密麻麻遍布着4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水库和大坝。那么每修建一个，就要。开山凿石啊，毁坏大量的这个山石丛林啊。没错。还有呢，就是整个的县城一下沉到了水底。对。那确实都是鬼神的家。对，不错。那这个怨结怎么化解呢？跟他们麻烦，非常非常麻烦。他们的怨恨很深。如果那是人家几百年的家，我遇到过。他们来诉怨，所以我劝导他，给他做皈依，啊。但是他们还好，都能接受，啊，我说，这个开山，啊，做这些水坝是少数人的事情，你不能够在这里，这一点怨恨呢，你要把这个坝毁掉，要造成洪水，多少生命财产的时候，受到这个灾难，他们是冤枉的，啊，对你没有好处，我们这样劝导他。他也能懂的，啊！我说绝对不可以做这个事情。我说我如果将来
能有这个机缘，我跟你们建这个龙王庙。哦，龙王庙过去是他们的一个水神嘛，这长江的水神嘛，黄河的水神嘛，都是龙王嘛。那他现在水坝做起来的时候，他的庙淹掉了嘛，所以他怨恨嘛。啊，过去民间那些龙王庙也好，那都是对另外一个维次空间众生的一种恭敬。没错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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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们也真的有依附在那个地方。哎，所以他那个神庙，一般人去拜还有灵验呢。哎，这个就是由过去学佛的，学佛的时候对于名闻利养没放下，就跑到那去了。实际上，在佛法看起来，这样分析起来，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不神秘啊，不神秘，就跟这个空气当中那些。